脚步往上爬，台北新义区虎山步道是热门的爬山景点。只有登顶还能看到101大楼，但却有民众在距离出入口不远处的废弃公寮发现一具白骨。时间回到这处公寮现场，已经被拉起的封锁线，而屋内还摆着椅子以及锅具等生活用品，明显就是有人住过的痕迹。而警方推估，这具被发现的白骨死亡已经至少半年以上。警方在屋内进行搜证，找到死者钱包，确定身份，发现原来是一名被通报失踪长达16年的69岁谢姓男子。根据了解，他长期独居在废弃公寮，6号下午被发现沉尸屋内，但已不见血肉，只剩下白骨以及衣物。警方初步研判没有外力入侵以及打斗迹象。几啊十年有啊，二三十年同居就20-30年有啊，这个人家己找到这个所在家己。我不知道，因为我也不认识，我不敢去。而白骨被发现时，一度被外界推测可能是2021年失踪的新义豪宅男主人。当时杨姓男子疑似因为财产纠纷被弟弟谋杀后丢弃山区，不过后续警方却怎么也找不到尸体，案件不了了之。如今登山步道出现白骨，才让外界产生怀疑。但死者身份大白，证实没有关联，警方也通报家属北上，并进行相验，要确认死因。记者吴敏柔、吕玉玲怎么报道。